但如果你买高级一点的，它就会分开来，就你可能就要另外买。然后我也不知道你买的是什么，应该便宜的都会付吧？就它应该会飞机跟遥控器都一起。你这个可以飞多远？遥控器的部分其实可以飞很远很远，但是主要是这个那个工地那边主要是会没电啦、啊，好怕，因为只有五分钟就要来回，主要是会没电，不理论上都可以。